我们各位在座的工程界的各位前辈，大家午安。刚刚我看到了一进门了，就看到好多都是我们工程界的老长官的老长官，老前辈的老前辈，应该说前辈的前辈哈。对，我就忐忑不安哦，忐忑不安哦。我想在座有中华顾问公司以前是副总啊，副总，前过去也都给我很多漂亮方面的指导哦。有一些顾问公司的长官哈，所以现在讲的都讲快软掉了哈。我想我们今天下午的课程主要是做这个我们道路桥梁办的哈，就是我过去忙这个桥梁冲刷的过程，因为为了因应政府对很多桥梁基础的保护工法的要求，所以常常要我们去做一些生态工法的评估，也因为这样的关系，在现场跑的时候，我会稍微去注意一些生态。所以今天讲的这些讲义的内容啊，其实都是有一些前辈去整理的。那么受到工程会的这个要求，就是今天所讲的内容要把我们必要的讲的讲，也就是各位讲义上的部分，我们要把它讲完要照着上面来讲。那当然，如果里面有一些比较我们个人的我自己，譬如说我看过的我就想说我当成开场白给各位来稍微看一下，看一下。那么这个只是当成类似一个要领，那个提位这样子的哦，在我们进入课题之前，我想我们也没有一定要一开始就照着光谱来，我想我们中场也希望来让各位有一点点的兴趣哈，所以我想我就第一个先用这个例子来讲哈，我们先看这个好了。这个例子也许在座的可能有人看过，我可以看到刚刚在哪里，应该在花莲的秀姑峦溪的出发口的地方，应该是一个长虹桥。长虹桥，那么各位刚刚看到的，我现在是到沿着这个发的这个船。
要附着在这个IP 上面，这样要硕士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习性，他不太习惯在这个水流会看到是从各位之间往这边流的。OK。那另外一样是沙岸沙，他并不习惯你是爬到沙岸，然后在上面给到他的老家，他是怎么回去的？
都应该看到了，好、哦、像快多一点的有几百万是整个场地上都是的，我去的已经是比较默契，好，所以我们来请各位看一下。我像生态方面哈、哦，我个人蛮这么多年的感觉，就是说不见了，就是说不适应。因为这样的东西我们了解了，你可以想象，如果说这个地方，因为你了解这样的龙猫，这个跟不了解，你在施工马上做那个会大概多少，你会不会？
然后对生态环境怎么样了解，这个了解就反映一方面，对这些关的设计啊，这以后我们要在实际的对照。另外一个，这个让我也能够在这个录影过程中一边录影一边快要流眼泪的，请各位看，这个是在哪里？各位先所看到。
4年以后，它就急速的下降。现在各位所看到就是这个水管已经裸露了，已经裸露了，下面有掏空。在当时，各位不知道这样的日子，如果是这样的日子，那就是到这个水管它要断掉的时候，当时的日期就是前面。